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谢婷婷，好开心今次可以为华金海岸圣诞节嘅设计做主题。好似呢棵圣诞树咁啦，有熊仔、蝴蝶、星星、艺术家、老叶等嘅设计，你话系咪好有气氛呢？喺黄金海岸影完靓相咧，然之后 upload 到 Facebook， 得到最多票数就可以得到我2013年嘅月饼电子相架，快啲参加，快啲 like Facebook。圣诞节可以嚟到黄金海岸欣赏好多艺术嘅圣诞设计 ，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。我后面呢棵26尺嘅巨型圣诞树，啲灯饰会跟住音乐一齐跳，听到系咪好想跳舞呢？商场的一楼可以看到回收尾，以环保方式用循环再造的玻璃做了这个玻璃的火器，是不是很有意思呢？另一位黄俊飞艺术家就用了 4D 的效果做了这个圣诞的艺术画，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圣诞的气氛。这里这棵圣诞树就用了红蓝袋的物料来设计，上面又写了很有意思的说话，你说是不是很 special 呢？刘俊贤就用了筲箕来设计这个圣诞树，给我们感觉很立体很刺激。这里有四个不同的立体影像，不要错过一个这么好的影相机会啊。有荷兰设计师 Ferry Selman 雕塑的拱门，充满圣诞的气氛。在黄金海岸有雅和木同你一起过圣诞。黄金海岸酒店是我咁大个女见到最大的姜饼屋。大家记住，由而家开始至到1月1号，嚟黄金海岸商场影多啲相，留翻个美好嘅回忆。